这就上皮了，你他妈还要不要要给你带一个？这个气氛。好，给好给。韩国炮两个，单上三个，三辆车三个人。皮上了一堆，我等会儿好像不太好走。上边还没技能呢。上边是没技能，站好也没技能。都没技能。DSS 又做了。进圈的。黄线飘落蛮惨，应该叫他没看到的。 在教堂看到了，也是飘走的。少三个，他将军。丢了，什么脸？我丢了，看我脸上，你看我丢了这位置。旁边旁边三个要炸人，就一个死了。旁边上楼上。从哪儿过来的？一段、二段山。二段那边过来。为什么一个人过来没叫？ 小的房后面有个打头的，你楼下贴了一个，别急，他进不了你楼。倒了倒了，房顶有一个，别点房顶有一个，楼下两个倒了，小的房那个倒了吗？小的房没倒，小的房一个，三楼一个。贴过来，我想贴过来一个，我想贴一个。贴过来是吧？你扔雷。再救，岗亭再救，岗亭我补了四五枪的，岗亭再救，岗亭那个一楼里面。 来雷吗？打到打到打到！救了再救，全救在那岗亭岗亭。OK，你驾驶驾驶，我扔火。我没雷。救起来了。我这里我这里。一楼里面。我这里我这里。再上。我还有雷，我还有雷。这里面烧不着。好，这火烧到了，这火烧到了，没烧到。枪线。再扔颗道具呗，扔颗火。我点。 哎，在岗亭跑了一个，三秒岗亭，死了死了死了，三秒岗亭有一个，还行，岗亭倒了是吧？倒了倒了，还是给我脸上层楼，打头了，开车了，死了是吧？我继续看圈外了，我城镇已经踩在有人了，不敢动。 没事，我们把车接控制就行。这里可能会来人啊，去。进大楼，直接进大楼。四号楼一楼一个。行行行，我跟你了，老君。我可以架，我可以架。我没问题。我去厕所，我去厕所，能救。我直接救，我直接救。还有个嘞，还有个嘞，还有个嘞，还有个嘞。我上个楼扒了，拿了。花房一个，四号楼一个。我再架花房那个。花房那个范进三号楼了。OK。 他进不了，我操，兄弟！等我接了一个。啊，可以，救救救，炸炸我们雷！直接来吧，直接来吧，你直接来吧。二的二的，帮我丢呗。丢吗你？几楼？下几楼了？二楼，二楼，下二楼，二楼，我看到了，三加二过来个，三加二过来个，三加二过来个，不要点，不要点房子，不要点房子。一边一边房子，你们两个去把他限制住。OK， M 四一个。 好了，打到上面，打到一边，打到大房顶去，上房顶去，娟儿。来不及的话就我上，你上吧，你上吧，你上了把他补了，你上吧。容易被加过点，我缓一下。三打一了，剩一个点。三打一，三打一，在哪里？二号楼，二号楼。